天天气还可以啊，又来了很多车，来小院来改装电池的。看这个车后面还装了一个摩托车架，带着个小摩托，这样的话很方便啊，出去到哪个地方房车一停，然后去买个菜啊啥的，非常方便。这台房车之后后面外面装的加水口啊什么都在这儿，这个板可以好大。对，这台房车洗衣机在后面装着。来，星儿，走吧，上厕所走。真的，我发现现在这个房车正在改装，是各种各样、千奇百怪的。反正是能利用的空间都会利用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就是洗衣机装在后边的话，审车的时候还得把洗衣机拆下来，有点小麻烦。现在我的这个控制器又重新装好了，发电206瓦，这可以啊，看看连太阳都没有，发电是206，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湿垫也擦上吧，你弄好了就无所谓了。哎呀，好了。哎，星儿，我拴着绳子呢，你还不想回家？你还想跑？你跑得掉吗？你是跑不掉我的。你干啥？你反什么抗？这玩意有个视频要修改一下。小仙回去吃完饭，然后再带他出来溜达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那个宠物店给他洗澡，再修一下他的毛，是吧，仙儿？看你现在就成了个小猴子了，那个小脸。我们跟肉哥、月龙，然后带着小仙、奥斯卡四只狗，咱们都来到这家宠物店给他洗澡、剪毛。给他洗个澡，然后再修一下。后面还有几只狗。哎呀，这个，四只。今天也有个，跟小仙儿一样的，白色。这里面这个跟小仙儿一样的，小灰真的，小可爱。你这个泪痕呐，咋样去啊？真的，这个跟小仙儿长一样。你看这个明显，小女生，这个应该大一点吧？这个多大？这个不知道，刻着呢，应该有个牙长七八个月，七八个月。这个也是剪毛，这个重，这个肥，这个头就剪成小圆头就行了，耳朵剪成小短耳朵。身上呢？身上就稍微推短点就可以。然后这边稍微。哎，小家伙。小家伙，还在那个，对，还在那个。还躲，还躲，那小家伙。刚刚已经知道要给桌子。嗷嗷，你还咬？这个咋弄？这个是把整体全部推
小公狗，小公狗，这也是小菲儿。嗯，这是小菲儿。整体全部推短，然后长得挺可爱。嗯。然后那个后面尾巴还是个纯白色的。嗯。白色的搞笑。那不留着，不留着，剪短，剪短，留短一点。你够活跃的。啊，不推光。啊，不推光吗？